平的，是这样子，骨盆现在是平的。好，想象这是一个圈，这是一个弧，一个圈哈。你的骨盆往这走，你看正的，骨盆往那边走，往那个圈走，不是往这里，这是侧面，圈往这走，身体在这边，骨盆往这里走，骨盆往这里走，正往这走，往这走，你的骨盆，我的骨盆往这用力，我的身体就是这样走，我的身体就是这样转。你看我其他都不要用啊，我其他都不要用，我就用我的骨盆的力量。你看骨盆往这边，骨盆的力量，看不到骨盆的力量，你看骨盆，试试看你会不会这样用它。